点掌声。还有再热情的掌声听一下吗？哇，谢谢。来，那么在场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啊，这个是这样子看，还是这样子看？哦，谢谢你啊，今天的情景很多。那接下来再小小的自我介绍，我是来自吉隆坡小苹果命名，非常的荣幸啊，今天可以随着我们红尘来到曲里与您大家见面，也。